克里桑迪昂。好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看到红色裤全裤啊。哦，像他没带护裆一样，对这场比赛好像并没有准备好。对，好，连续两个起腿。其实说在拳场上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，如果被严重的 KO 掉的话，出现晕厥的话，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会出现短暂性的失忆。对，中国红方拳手陈威第一回合29秒 TKO 获胜。The winner is the Chinese fighter, 陈飞。恭喜陈飞。格斗世界 Combat World。